新北市政府为105年八月份推动实时分享网，联合国菜公司甲公务市场的实时蔬果，让58个老人或者是儿少共餐共点。这款的理念，经总破在陈建华，近前伊特别为中部来新北市斗三工。五股更新社区发展协会每礼拜有3次共餐活动，拢有一群婆婆妈妈负责料理。只是这天，因为着一位总破西认真学习。原来这位陈老师因为认同时事的理念，特别去到台北参加共餐的活动。因为这个行医的那个蛮好的，我是觉得蛮好的啦。因为珍惜生命，珍惜爱护这些我们的长辈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有好像婆婆妈妈跟你学到很多煮菜的 people， 他们在你在边煮的时候，他们会在旁边一直发问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，这是正常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他们那个一些正常的婆婆妈妈在家庭上遇不到的问题点，而是我们因为在业界所学到，就刚好可以拿来教他们，是这样子的。咱到饭店总破西，又果是学校讲师来协助共餐的料理工课，婆婆妈妈把握难得的机会认真学习。嘛学到袂少料理上的小撇步，学到咱那个虾啊吼，啊落去甲水滚，啊讲虾啊要落去时，得甲浸开，虾仁无，安尼讲较咧较袂安尼薄薄安尼，较好食。啊，你以前拢是家己厝安怎弄，就食安怎煮吼？因为我拢来遮学，因为咱阮就组长咧煮嘛，啊哪煮就哪甘问，安尼。总破西真大方，分享真济道料理的秘诀。嘛，考虑到中者饮食上的需要，包括经过海鲜、豆腐鸡、腐竹、慢煮青菜，拢真适合中者来吃。嘛，予婆婆妈妈上了一课。记者新竹林金如五股采访报道。